前两期的不心动挑战哈失败而终，我今天就是来一雪前耻的。蓝上海黑色河电，他头上做了弹簧啊，那个头摇的真是有律动。210万点赞的视频，我也会，我变成小鸡啄你了。我天哪，我上一期性别不分，我这一次种族不分，我看到一只猫的这么色，我真的也是 不太像人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视频是谁发给我的？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对一只猫心动？这猫帅到就是猫界刘德华，就是他。为你的美是妖还是魔鬼？你看他那苹果肌，看他那个有曲线的鼻子，我侧颜绝了。九云大人把我当成那个小坏蛋吧？哇，真的啊，好帅！我听了那个侧颜的吻，哦，天哪，这是不心动挑战，你必须给我忍住好吗？忍住，小坏蛋！啊，这个挑战真的太难受啦！他为什么要脱衣服？他还是在演唱会上脱衣服，知道吗？那一场演唱会我还在，我在台下叫的跟疯狗一样。